第31题，下列器材名称何者错误？我们看到图上面，甲是烧杯是对的，乙是玻璃棒是对的，那丙呢就是漏斗，而不是分衣漏斗。我们国中呢基本上也没有用到分衣漏斗，丁是铁架是对的。所以第31题，我们说下列器材名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丙，分衣漏斗。